在讯息上面跟男生讲，要这样一次要12万，孩子们，爸爸买东西给你吃，我你老爸啊，不干啦，你就这样调查，跟今天去做比较，我有谁要干？请多两条，昆尼当众敲奶喊大杯的哦。只要有喊在的，都可以喝宝贵姑娘。广播也好，36 A 五也好。制板凳直播主连千亿又有新战局了，他在13号破文爆料，前连女郎每次以12万的金额从事性交易，个人行为不检，造成公司诸多困扰。社会笑贫不笑娼，但是你代志爱想要想了水亏，你有做这代志，我紧你们发一个公开澄清的贴文，你们个人的所作所为跟连千亿公司无关，我该用参详的，该用讲的，归公司的人中红色啦。恼羞成怒装红色，既然你不想要这个面子，那我很简单，我就不用帮你们顾了吧。而女方也隔空交火，不要爱不到就毁了一个人，不要我朋友汇给我投资的钱都可以乱造谣。他在讯息上面跟男生讲，要这样一次要12万，人家汇给他刚好12万，就那么刚好，他可以直接说这个是投资款12万，假二。女方还附上对话截图，指连千亿曾说一个月想要多少，连播完过夜要怎么样才跟爸爸和好嘞？孩子们，爸爸买东西给你吃，我你老爸啊，我是哥哥，不是干爹啊，干爹是别人，不是我，好不好？4月16号我在台中大甲妈接马祖的，阿 P 鲁记得我有偷我最新的大头照哦，那换很久了，你赶快去换一下。2年前住在。租房子住在3层的老公寓，还有蟑螂的老公寓，什么都没有，一切是我连千亿给你的。我订在车了，订在车，了解了，朋友啊，你在外面做啥代志，跟我连千亿无关的呢？啊，为啥今仔日我爱去用调查？钱你在赚，也不是我在赚，恁赚的无分我，恁吃很主席华式餐厅，我吃中式餐而啦。不干吗？很主席用调查，跟今仔日做比较，我用谁干啦？全部接下来。明天请彭律师，明天再告，再多告2条，伪造文书跟那个诽谤。我是一个黑道发亮的人，我无所谓。不要在这个江湖老狗面前在那玩小猫，你懂吗？玩那个小雕虫小技，我们看多了。再来，我也跟很多网媒抢啊，打钢铁跑米其林餐厅啊，晒名表坐名车啦，无边际游泳池，每天 W Hotel 每天零酒店，日月千禧啊，每天啊顺天啊，这都是要皮肉化改的。不要再带坏这些社会年少无知的少女，一发12万，太贵了，太失礼了。